各位，如果那个麦克风是红色的话，麻烦把它按掉，因为可能会有 echo。这样。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最后一场的最后一场的演讲。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徐朝毅先生为我们来介绍 Web Assembly。那我们知道说，很多藉由 Codebase 是因为靠着 Web Assembly， 然后 PO 到 Web 上面。例如说，你可以像是 VIM 啊，或是之类，或是 Photoshop 之类的。那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那我们现在就请徐朝毅先生来为我们介绍他与会把生意打拼的经典。好，谢谢主持人。好，那大家好，我是徐朝毅，大家可以叫我 Louis。那我是来自 SkyBinder， 也是刚进去没多久了，就是还是还蛮新鲜的。好，那我今天主要就是要分享，就是 Web Assembly， 还有就是我自己有开发一个 Web Assembly 的虚拟机器，这样，那我会大概讲一下我们一路走来的血泪史。好，那这次今天的 online 就是大概会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会大概介绍一下 Web Assembly， 还有就是说它在执行的时候呢，它会有需要哪些 structure， 还有就是它的一些比较特别跟其他组合比起来比较特别的部分。那第二部分就会介绍我自己的 Web Assembly 的 VM。那也会讲一下它的structure，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OK， 首先就是先介绍一下 Web Assembly。那在讲 Web Assembly， 首先先讲它的起源。就是一开始的话，就是可能在座的大家应该都用过浏览器。那浏览器目前在上面能够主要去执行它的指令或程式的，主要还是透过 JavaScript， 这是有蛮多历史因素啊，不过主要还是用 JavaScript 这样。但是随着就是网络的 Web App 逐渐的发展，那我们会发现说 JavaScript 可能有一些，因为它毕竟它是直译的语言，所以说它在效能上当然就会比较受到挑战。那所以后来呢，后来就是在 JavaScript 上面呢，大家有加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像可能很多人都有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听过 ActiveX 或是 Flash 或 Java 在浏览器上面的画面。那 ActiveX 和 Flash 和 Java 或是 Chrome 里面有所谓的那个 Native Client，那它的作用就是说呢，我们在 JavaScript 之外，如果有一些想要，例如说存取麦克风啊，存取那些可能平常不会让 JavaScript 动到的东西，或者说如果今天有一些运算是比较吃资源的，我们用就是呼叫外面的这本 native 的一些 function 去执行，那可以提升它的速率的效能，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就透过它来做一些可能不太希望让 JavaScript 做到的事情。会因为这样，所以说 ActiveX、Flash 和 Java 基本上在浏览器上跑，它的安全性就一直被大家挑战。所以说到目前啊，就是以上说这边讲的三个 ActiveX、Flash 和 Java， 可能有些已经消失了，还有些已经准备要消失了。那虽然说 Flash 可能是大家小时候心目中很大的一个回忆，不过它也慢慢走入历史了。那 NACL 这个 Native Client 它就会比较不一样的时候，它是 Chrome 浏览器，它去就是它算是自己开了一个洞，让人家去执行就是 Native 的程式。所以这个 Native Client 它可能消失的会比较没那么快，不过也就是因为它是 Chrome 浏览器专属，所以说它的就是大部分都是在 Chrome 上才可以跑。那我们发现这样好像还是不太够，所以又有票人他就提出了 ASN JS
其实就是说我们就是设计一个 JavaScript 的类似接口，那我们把一样是 JavaScript， 只是它的 JavaScript 比较它的样子长得比较像组合语言，那我们就把它叫 ASN.js。 那透过 ASN.js 的话，它的效能是真的也是有提升不少，因为它的结构比较接近 JavaScript， 就是比较接近组合语言。那尤其像加上现在 JavaScript 它又浏览器上又用一些就是一些以太 compiler 啊，或是一些那个很神奇的技术去加速 JavaScript， 所以 ASN.js 效果不错。不过人就是人的欲望是无穷的，现在又发现说是 JavaScript 还是会有它不能突破的一个瓶颈，所以说到后来呢，最近比较新提出就是我们一样有 JavaScript，但是我们在 JavaScript 上面呢，加上 WebAssembly， 它是 WebAssembly， 它就纯粹就是一个组合语言，它有自己的 binary mode， 它有自己的文字表示法，讲那它的架构什么也都是跟组合语言是，不是说跟组合语言，而且它本来就是个组合语言。那它在虽然说它没办法直接在本机上跑，但是因为它本身就是 binary 改编的方式，还有再加上它的架构就是以组合语言去设计。所以当我们在本机上要不管是直译也好，或是你要转换也好，它跟本机的效能就比较接近，那大概就是 native 的2-3倍，也是它一般 JavaScript 大概是 native 的10倍以上，这样就是效能的改进上是差蛮多的。所以说 WebAssembly 就在这个背景下就被提出了，现在就慢慢的蓬勃的发展。好，那刚刚讲的是背景，那现在来讲是 WebAssembly 它要达到哪些目标？那因为它是在浏览器上的应用，所以说浏览器最重要就是它的 code 的来源比我们会说是比较不安全的，所以说在第一个要解决的东西就是它的安全性的问题 ，safe 的问题，这样。那它会透过一连串的机制，等一下我们会稍微介绍一下。它的背后的一些验证机制，去增强它在执行时的安全性。这样，那第二个目标就是 fast， 这不意外，因为它本来就是要拿来解决浏览器上面的效能的问题，所以你既要解决效能问题，它就不能太慢。那第三个问题是 portable， 你就说浏览器它是可能会 run 在很多不同的机器上，所以说我们定的这个组合语言，它不能只单独后某个。就是某种机器必须要做到是通用，在各个不同机器上面是都可以 run， 这样才不会说有些人开网页开不起来之类的。所以 portable 也是它一个很大的特点。那最后一个就是 compact， 这个可能跟 native 会比较不太一样，是说因为它是要透过网络传输，所以说 code 的 size 不能太大，因为只要不管是多一分多一个 byte， 对网络来都是多一分负担，所以说你必须要你的格式是要可以压缩，甚至我们在定这个格式的时候，就要尽量的去缩减它的 code size， 这样让它在网络传输的时候可以比较顺利。那这个是 WebAssembly 它提出要的解决的四个目标。好。以上就是 WebAssembly 的简介，那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它的 runtime structure， 这也是 WebAssembly 规格里面所定的。那等一下我还会介绍那种规格以外我自己设计脑洞比较大的部分。OK， 那 runtime 的部分主要，当然它有很多的架构，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浓缩成这三个主要的 part。那第一个就是module， 啊，就是 store 和 stack， 就是透过这三个部件的沟通，让它去做执行。那 module 的部分主要就是你的程式就编译出来的那个 binary code 本身，那就有点像是不同的那个像 Java 里面不同的 class 或的那种概念这样子。那我们在 module 上面就会要定义一些资料的栏位，像是就是一般 binary 模式里面很常见的，你要有 function， 你要有一些 global 的
的变数，然后甚至你还要定义一下 memory， 那 memory 这边比较特别，等一下还会再介绍。还有就是，还有一些 table， 可能我们会需要 function table 之类的，或者说你要，因为你的 module 可能需要跟其他 module 做沟通，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些 export 的定义，让你的东西可以被其他人去使用。那这还有它伴随的 function 就是会有 type， 你要去定义每个 function 它到底上面回响值是多少，参数是多少。那讲完 module 之后，接下来是讲 store。那 module 表示的是说一个程式它编译出来的程式本身。那 store， 但是这个程式在被 load 进去之后呢，就是你要存到一个空间，就存到记忆体里面去做执行。那这个时候格式又不太一样，因为这就是存储的地方就是 store。那你会 store 里面需要存就是不同的 function， 因为 function 就是执行的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这样。还有 table， 因为它可能会需要做一些 function 的呼叫，比较特别的 function 呼叫。那再来就是 memory， 就是有一些资料的部分你也要储存起来，还有 global 的部分，那也是一些资料，这样。那我们的 module 在被读进去之后就会到。Okay， 应该是电脑设定的。那再来是 stack， 那 stack 的话就是单纯就是执行的时候它会需要有一些就是 context 之类的。那这边就很单纯，就是我们会有 value、label 和 frame。那这边比较特别一点，可能等一下讲到 feature 的时候会再多介绍一下。OK， 那其实就是接着就是讲 feature。那 Web Assembly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 memory 是 linear memory， 就是可以想成就是一块很大的阵列，就这样。那这个阵列是可以不断去扩充，就可以一直长大。那长到多大是看地点的限制，不过总之它是会长大。那所以这就是第一点 global。那第二个就是说呢，它的 memory 不只是只有一块。那目前的 instruction set 里面，它的 memory 都还是一块，只能有一块比较长。可能切成不同的部分去存不同的资料，这样。那 Web Assembly 它在定义上，它 memory 是可以有好几块的，只是说有些可能只是说目前他们规格还是只有一块，但是它的定义上是可以支援很多块。那这就是它的一个特性。那第三个就是 secure， 因为刚刚讲 memory 可以被分成很多块，那不同块之间是。就是它的区段可能会放在不一样的地方，这样我们可以把一些资料，就是不同的资料去存到不同的 memory， 这样比较不会有 overlapping 的情况，可以增加它的一些安全性。这样，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它在浏览器上面就是你会比较放心去跑。那不过说这个就是它比较特别的特性，所以可能你去看一些实作还没有。支援到这边，但它就是会有让我们有更多的想象空间。那第二个特性是它是 state based 的，那跟我们平常接触到的组合元不太一样。组合元是 register based， 就是你会需要一些很多暂存器，然后可能有一些是 PC， 有些是那个 state pointer， 那有些是通用暂存器，可能会有不同的暂存器需要去使用。那 state based 的话，就是说它没有特别哪一个暂存器是做什么事情，这样每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state。那我把资料 push 进去，然后再 pop， 就是要用到的时候再 pop 出来，算完再 push 进去。那用这种方式去完成我要的运算，这样。那好处就是它比较简单啦，因为你就不用说去区分说很多不同的 register 啊，我只要什么东西就是塞进去拿出来，塞进去拿出来就可以。那 state based 的话，我们就会讲到 stack。那 stack 里面就会有这些东西，那很常见就是资料，也就是 value 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 label， 我会在 stack 里面要塞一些 label 去让我们做一些像是 if 啊，或是 loop 的一些
跳转用的一些东东。那再来第三个就是 frame， 我们可能在发现 call 的时候会需要去界定它的一些变数的存取的范围之类，也就需要塞一个 frame 到 stack 里面。那它就透过塞这三个东西去做 scoping， 还有做一些条件判断之类的东东，还有做一些基本的运算。那这是 stack 的部分。那再来它有一个特性，这个可能这部分可能跟大家想象比较不一样，就是它的控制流程是 structure， 就是架构式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呢，就是这是 WebAssembly 的 code， 可是你如果用其他组合语言角度来想，我在遇到 loop 的时候呢，我会需要 loop 结束之后，我会需要再 jump 回去，然后执行到 if， 那可能就跳到就 jump 到 br 的地方，然后如果说 else 的话，就再 jump 到其他地方。它是透过 jump 这个指令跳在不同的这状态之间跳来跳去，这样。那这样就有很多危险，就是说，例如说你 jump 到不该 jump 的地方，那就会出现很多问题，那也伤害了不少人的肝。对，那 Web 是因为它比较不一样，是说我今天不做 jump， 我遇到一个 bug， 我就是开一个新的世界，这样。那开一个新的世界去执行接下来的动作，那如果再遇到 if 或是其他。就是要又需要 jump 的一样，我再开一个新的世界，那遇到再开，那甚至 loop 的话，它也是就开，那等到 loop 结束之后，它再把那个新开的一个 scope 关掉，它再重开一次，再关掉再重开一次，这样，那透过就是开新的世界的方式取代掉它原本要做 jump 的事情，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就不会乱跳，因为你再怎么跳，你都只能在那个。就是新开的那个地方混，那就算烂掉，就只有烂掉这一个地方。那同时，这也就增加了它的安全性。所以你在写程式的时候，可能脑袋就要比较想法就要转弯之类的。这样。那刚刚讲到开心世界，它其实是怎么样运作？就是虽然说刚刚讲都是开心世界，但其实就是我在 stack 里面塞一个 label， 你要想成一道墙壁。那我就开一个新世界，我就塞一个墙，然后墙后面的人当作看不到前面，这样，这跟我们某个行政部会一样，就是塞一块那个什么部的，这样挡住，假装没看到，哎呀，眼睛也长肿。对，friend 也是一样，我在里面再塞一个更高的墙，然后把后面那些更不想被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方旋呼叫的话，前面一个方旋的东西。一样就是，哎呀，眼睛业障重，我都没有看到。那用这种方式实做是还蛮简单的啦。虽然说可能就是简单到我觉得好像会有问题，但是又想不到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就是实做上真的是比较方便。那也许以后会有不同的实做方法，但目前它的定义就是这样子。好，这是 structure control flow 的东西，这边可能脑洞就开比较大一点。不过接下来还有一个是 validation 这个就真的更神奇了，因为一般组合其他组合语言比较少，就是去区分 type， 你可能就是在记忆体里面就是去移动，那你存取到什么东西是看当下我打算用什么 type 去看它就长怎样。那但是在 WebAssembly 里面，它会去检查 type， 你要存取的时候你必须要是同样的 type 才不会出错。那每个 type 呢也要用对应的 instruction 才可以去做存取，当然它会有一些转换的步骤，可是你的 type 都还是要 match 到，这样。然后可能造成一些漏洞，或是说一些你不想要发生的行为，那某种程度下也是呼应到刚刚的，它可以提升它的安全性。所以安全性一直是它设计的一个很大的考量。那 validation 就是除了 typing rule 之外，它还是用数学的方式去验证。虽然说像对我这种数学不太好，公数还要三修的来讲，这真的是有点痛苦。但是它就是用数学方式去验证，所以我还是得看懂它。
那数学是长怎么样子？就请大家看一下，哇，这个，拜一下，这个，那其实这个就是他用的数学是 lambda calculus， lambda， lambda 之类的。那他用这种方式去表示说呢，我一个 type 要怎么样才可以转，在执行这个指令的时候，它要对应到怎么样的一个 type 才是合法的。那你可以用数学方式去推导它，甚至去做验证，说我一整个程式这样推导下来，它的 type 是不是都对到？如果没有对到，就是有问题；啊，有对到就是没有问题。嗯、那这部分，真的是很长的一个故事。嗯、那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 lambda calculus， 那你可能就是脑袋就会放一道光一样，或是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嗯、那但是也因为它是数学验证，所以说它的程式嘛就是比较严谨，就是你的各种步骤都可以透过写一个验证器，或是说用推导的方式去做处理，就所以说也就是 talk about 什么就是 formal evaluation 之类的，这样就一样就是可以提升它的安全性，甚至你可以去检查它的程式有没有不需要太好。那 Weber Symphony 大概就是讲到这边，我们再来就讲介绍我自己的 Western VM、嗯、那 GitHub 的连结在这里，就是我的 GitHub 账号后面 Western VM、嗯、那前面 HTTPS 什么的反正大家都一样，就自己加一下、嗯、那架构是什么呢？其实跟刚刚讲的 Weber Symphony 的架构是差不多的，我有一个档案，然后透过一个载入器，那这个载入器就要写一下，把这些档案再 load 成一个一个模组，该放到 module 就放到 module， 该转到储存空间就放到储存空间。那放进去之后呢，我再开一个叫做 core， 你可以把它想的是 CPU 的核心之类的，那就跑一个很就是蛮基本的 fetch decode execution 的 cycle， 就我们会有一个解码器，大家不要想歪。对，就是你要去看一下说到底这个 bytecode 是什么东西，然后解码出来之后呢，你就会有好看的可以看，那就是我们的 instruction。那 instruction 就去执行嘛，那你就会需要对 stack 就对堆叠，就是塞东西进去啊，它出来啊，塞进去啊，再出来，这样进进出出的，然后执行完之后呢，就再去抓下一行指令，再去解码，再去进进出出，再去抓下一行指令，再解码，再进进出出，就重复这个回这个 cycle， 然后你程式就运算完了。不过这边还有一个部分是系统呼叫，这个就是我自己加的东西。那就是说，其实就像是我们在做一些存取操作或什么的，因为这个在刚刚规格里面都没有。那我们会需要一些系统呼叫去做读档啊、写档啊，或是一些 Weber Symphony 规格里面没有的事情。总之就是一个很大的许愿池，我在里面许各种愿望。那这个就是系统呼叫。那接下来就介绍它的 feature， 其实刚刚也差不多介绍到一些啦，就是 system call 那个，那还有就是它是 standalone 的virtual machine。那为什么说 standalone 呢？因为浏览器上的 Weber Symphony 它目前没有办法自己跑，你没有办法说我编一个 Weber Symphony 程式，然后都不需要其他的东东，它就可以动，这样没有那么厉害。它需要透过 JavaScript 去做引入，还有就是有问题的时候 JavaScript 要帮它做 insertion handle， 还有就是像我刚刚在系统就讲要输入输出啊，或是我要去把浏览器画面刷新啊，这些它都不能在 Weber Symphony 里面跑，它都必须要透过 JavaScript， 所以我一开始的图才会是 JavaScript 加 Weber Symphony， 并不是直接把 JavaScript 干掉，它不打算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的不一样，我是想要做在浏览器之外可以 run Weber Symphony 的环境，那我也不希望说我做一个虚拟机器，我还要把 V8 包进来，这样子还蛮肥的。我就希望说我要有个 Weber Symphony 我就直接跑啦，而且它里面该有的其实大概都有。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
像输入输出那些呢，我就没有办法透过 JavaScript 这个好用的工具来帮我做，我就要自己去设计一套 System Call 的机制。那 System Call 的机制其实也不用违背它原本的初衷，因为它有一个指令叫做 Unreachable。那 Unreachable 的话，因为时间关系，我只用讲了。那 Unreachable 它就是它的定义里面，它是要呼叫一个，它是要产生一个 trap， 就是 trap。那 trap 在系统里面呢，就是通常都是表示例外的状况，就是你可能浮点数运算或者什么一些你不想要发生的东西。但是 trap 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想象的空间，因为 trap 它就是类似 interrupt， 你可以，我是把它想成这些是 interrupt 的东西。你可以透过呼叫 trap， 把你的控制权从 Web Receiver 转到你的 OS 或是你的外面的世界。那所以 Unreachable 它只有定义它是个 trap， 但它没有规定说你的 trap 要拿来干嘛，所以拿来当作是发一个系统的 interrupt， 叫外面的那个 Web Receiver 的那个 Virtual Machine 帮你完成一些 input output 之类的，或是其他规格里面没有定义的东西。那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因为原本它的执行是我要去 call 一个 JavaScript 的 function， 但你根本不知道它长怎样，甚至说就算我不想 call JavaScript， 我可能有其他 implementer， 他会想要直接执行 native code， 但是直接执行 native code 这件事情就很危险，因为那 native code 很多也是那个程式写程式的自己提供的，你根本不知道它在里面塞什么。那 System Call 的好处是，这个 System Call 是我这个 Virtual Machine 定义的。我虽然说它可能跟规格上没有办法做一些直接的做一些验证什么的，但是我可以确保它执行的东西就是我给它的东西。这样，那同时呢，因为它 System Call 它的概念跟我们原生的 Machine 比较像，所以说有一个做法是，可能我就直接串到那个 Solver Interrupt 的指令，这样就可以。就直接呼叫它 CPU 的 instruction， 缩短它的执行时间，因为它终究还是要放到一台机器上执行。那目前没有一颗 CPU 就是直接 Web Server， 它还是要被编译成其他组合语言去做执行。那 System Call 就给它一个想象的空间。好，那再就是刚刚就是介绍一下 Web Server， 还有就是我自己 Web Server 里面的部分。那接下来就带一段 demo。OK。Live demo。对，不过我会尽量不让它变成 live debug。OK。好。那。首先就是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不是我写的，就我比较就是，这个荧幕解析不太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 Web Server 它官方提供的工具，所以这个就如果它有问题不要来找我，因为我也不懂。好，那浏览器里面这边就是 Web Server 的 code， 就很简单，就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那它的文字格式长这个样。就是我们会有 module 里面会定义 function， 还有就是 export， 这些刚刚都有介绍到。那我们照就是 function 就照这个写出来之后呢，它就会被编译成旁边这个就是比较难看的东西，就是 binary domain。不过这个是因为 obj dump， 它算是 obj dump， 所以它旁边有给你好听的注解说这是在做什么。那它编译成这样之后呢，你就可以被读进去，这个可能因为它比较低，所以说后面的人看不到，我今天拉高一点。那就是刚刚有说它不能独立执行，所以你今天load进来 Web Server Module， 如果要在你的浏览器上跑的话，你还会需要浏览器 JavaScript 的 Web Server Instance 去包装，包装完之后呢，它就 SIF by 就好像是 JavaScript 的function， 你就直接呼叫它，它就可以跑。
它跑出来的结果就长这样。那如果我今天把它的数字换一下，这样子，它就会跑一大堆，这样。那这就是在浏览器上它执行的样子。那如果要比较复杂一点的，这边还有一个斐波那契的 function， 这样。那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呢，它这边有 parameter 和 result。其实 function 里面呢，它还可以定义一个东西叫 local variable。虽然这个东西呢比较像是编译器在这个 level 在做的事情，但是在 Web Assembly 它把它定义在组合语言里面。我可以在组合语，我可以在这个 Web Assembly 的 function 去宣告我的区域变数，然后让我在子里面直接用。就是你也许可以就是说增加它的效率啊，或者说我可以让 Web Assembly 去 control 到更多的行为。不过这个部分就是，实际上在编译器上不见得会看得到，因为目前编译器就是它就是写成那样的。但编译器有可能就是会给做编译器的人，就包括小弟任职的公司，虽然我们没有在做这个，只是就给做编译器的一个想象。想象力就是超能力。那这是浏览器上的 demo， 那接下来呢，就来最后十分钟了，我就来 demo 一下我自己做的部分。啊，这里比较轻松，是因为这边我不用负责，啊，接下来这个就是我做的就要负责。OK， 好，我开了一个，等一下。开了一个回旋母亲，哈哈。然后我可以先切到，可以先切到那个这边有一个 demo， 看起来就是像就是一个 demo 的样子。好，那我们会写成一个叫做 test server 点 wat， 我会把它写成一个 web server 的模式，这样。好，它就是长这样。它这个一行来解释太复杂了，总之它就是一个 Saki 的 server， 这样。啊，里面大家有看到 unreachable， 这个就是呼叫系统呼叫的地方，因为 Saki 就是很多输入输出，还有就是一些跟 OS 需要的东西，所以我大量运用到我自己写的 unreachable。那希望等一下大家可以乖乖的不要出事。好，那这就是它的 code， 那我们要把它，官方有一个东西叫 WAT to WSN， 那这不是我写的，它可以帮，但是它可以帮你转译，把那个文字格式呢转换成你的 binary mode，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test server 的 WSN。 那当然有 server 就需要 client， 所以我需要那边一个 client。 那这边因为写刚刚那个 CS 也不累，所以说我就用 C 写的，我用 C 写一个 test 的 SUCK server， 好，对 client， 好，这样两个都有就可以开始 run。那我会需要什么呢？我会需要，需要清一下荧幕，不然后面就看不到了。OK， 那我会需要一个东西叫做 Western VM。那因为我要 demo， 所以我一定事先就有装了。那大家可以去 GitHub clone 下来之后，用 cmake 的编译，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就是 Western VM 的程式，这样。那我用 Western VM 呢去跑 test server。那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因为我没有 client，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再开一个 client。一样记忆到，可以把它拉上去。我把字放大一
那这时候我在执行 demo 的这个 test socket， 传一下，按下去之后呢，对面就收到 message 了。好险它没有变成 dynamic debug。OK， 那这就是那个 Web Assembly， 就是我自己写的 Web Assembly， 那它可以送 socket。那当然了，有很实做很多系统呼叫，不过有很多人还没做。那我会尽量抽空把它完成。好，那以上就是我大概讲解我自己做的 WebSDN， 还有就是 WebAssembly 的架构。那接下来就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它的 label， 你说在 stack 上面也有，而不只是 label code， 让我有点困惑。它 label 在 stack 上面是要控制哪一段它可以读得到吗？还是为什么 if else label 在 stack 上？因为 label 放在那边是告诉它，例如像 loop， 它是要跳回去原本的地方。但你跳回去的 address 在 code 里面，不是在 stack 上。address 它在 label 的时候就会把它跳回去的地方，就是你在它就会把它现在执行到哪边，它会记录在 label 上。对，但那段在 code 上，那段在 stack 上 code 上会写，可是它会被读进 stack。stack 里面有什么 ？stack 里面就是 value。那例如像我要做一个加法运算，例如说，你的 label 是 label 的 instruction 吗？对不对 ？label 算也不算是 instruction， 它 label 算是。你刚刚举的例子里面，譬如说一个回圈，对，它的 jump， 它 branch back， 对，它的 branch target 是 instruction 吗 ？branch target 是不是 address cost， 就是 instruction 的。但是你的 instruction 在 stack 上， instruction 是在 store 里面。那为什么 stack 上要有 label？ 因为如果没有，因为它 label 还有一个动作是，哦，刚刚没有讲到的是 block， 它也是有 local variable， 所以 label 它有另外一个额外的功能是，它要去区分每 block 它的 block structure， 对不对？甚至它区分这个 local variable 的 scope。所以说它除了说表示 jump 的位置，它还有这个功能，所以刚刚才会说一块国防部挡起来，假装都没看到，其实是外面的，应该也不是外面，就是。那如果说我们在 stack 上有加 label 的话，它会标明出它的 block 的区块，它会限制你不能读超过吗？还是你不加会怎么？就是它 stack 你在 block 结束之后，你 stack 里面留的那些东西 local variable 应该要被清掉。啊，他告诉你清理的范围这样子。对对对，就告诉你说我要清到这条线。还是，那他就不用记住 stack point 要那个 increment 多少。对 ，smart， 就是好。有，我有听懂，谢谢。对对对，就 Pascal 唐人选，类似的 Pascal 唐人选。那底层，那还有别的问题？请问还有别的问题吗？不然我就再问。后面我没有问题。不然我再问。我想问一下，按那个麦克风。不是那个会有外那个会声音。我刚才有调小了，刚才有点讲讲。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 Web Assembly 会比这个 JavaScript 的虚拟机速度要快那么多？因为 JavaScript 它毕竟是 source， 它是第一，可以从很多个面向看。第一个是 JavaScript 是 test， test 的语言 test 它就是，例如说像123，它就是需要三个 byte。那你如果说编成 binary 的话，你可能空间就不用那么多，我 loading 的时候就不用载那么多东东进来，或是网络传输就不用那么大，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是说，今天它是 test， 所以我要执行的时候，我需要去做 interpret 或是 compile， just in time compile， 它是需要再做一层转换，再转换到 native code 的。那因为 JavaScript 它是比较 high level 的语言，你要做 pass。你要做 lex， 你要做 pass， 你要去解析它语法，你要去验证它，这些步骤都要走过一遍，那才会变成你的 native code。如果今天是 web assembly， 因为它本身就是个 assembly 的 structure， 那我要从 assembly 再转成 assembly， 它的关系，它的对应的关系就没有说要比较不用做那么多转换，甚至如果设计的好，
甚至可以做到 one to one 的 mapping。对，你是说的是这个编译过程的阶段，但是像 V8 的话，它是把这个 JavaScript 的代码是一遍，然后就转成了这个native code， 然后都是既然浏览器也可以运行这个 WebAssembly 的运行的这个machine code， 然后 V8 的话也是把这个 JavaScript 的代码也是用 Git， 然后只需要转一遍嘛，转成了这个 machine code。那machine code 之间的话，它也还是就是从程序的行为来看的话，还是 WebAssembly 它的速度要快，这是为什么？你刚才说的是这个编译，我承认它的速度是要快，但是如果是这个编译的过程结束了以后，然后程序执行的这个性能的区别是怎么解释？还有一个就是像刚刚讲到 state， 它的实作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说，你可以在这个方面就会又多了一些做优化的空间。那再来就是说，刚刚讲到编译，但编译这是做 just-in-time compile。那如果说今天你是比较 high level 的语言，其实你在做编译的时候呢，它能够做的 optimize 会比较，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些空间是需，就是有一些空间它可能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优化，所以我会需要做一些可能比较不必要的动作。但如果今天它是组合语言，它的转换相对来讲比较少，所以它编译出来的 native code 它的优化空间就会比较大一点。我不能说就是说它没有办法预取到一样的 level， 但是就策略上来讲的话，它的弹性就会比较大。所以说你在编译出来的 code optimize code 的 code 相对来它的执行效果就会有影响。那这问题是我是没有做过，就是实际去跑 spec， 就是算看那个，算是看就大略的看一下执行时间，还有就是看像就是官方的一些相关的研究这样。但是就是在因为就是我有对编译稍微有点研究，就是在编译策略上来讲的话，它是有这个空间可以做原作。那有没有可能 JavaScript 也可以直接把它编译成这个 WebAssembly？ 有可能，这是有可能。那我就好奇的话，那这样子这样子比较两种程序的，它这个性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要讲一下 static typing。static typing 就没有。我还是不然我或者是我来打一下，因为我不是做这个的。那但是 JavaScript 基本上它还是，它有还蛮多动态的部分啊，它包括说它有 table lookup 或是什么什么，那或是 hash lookup， 那些东西，或是说它这些 string 可以直接当做 property 来用，这些很多是在静态语言中没有的。那这些东西如果你就算是转成 assembly， WebAssembly 或是别的。Assembly 来说，它还是会存在于那些 table lookup 相关的 code， 所以那相较于没有这些 code 的 Assembly， 就是跑起来的速度也不会是一样的，就是那语言特性造成它做出来的事情是主要花时间是在某些部分这样子。那不好意思，那反正如果我怎样讲错都是我的错，那但是基本上这是一个 WebAssembly 的 topic 啊，那其实时间也差不多，那如果有兴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讨论，然后顺便广告一下，等一下我 BOA 大家可以挑喜欢的产品，然后 Cat Studio Pizza 好吗？跟他们去聊天是吗？